咁快，喐啦！喐啦！喐啦！三二一，Go！CCTVB對前去小學雞問答大賽。 老伯，東西好似不記得。其他地，我哋叫做邊個組？可唔可以有啲默契啊？嚟一次，真係好似教仔咁啫。阿生，我哋嗰組叫左邊嗰組，我哋嗰組叫右邊嗰組，真係好有創意啊！好有做歌手嘅潛質啊，真係。啱啊！創意滿分，真實實際。好，我哋嚟啦。 我哋改先。星芒星期星之有幾多八卦？邊個星先兩？九啊！我哋個節目嗰個星。點解？點解？你有冇留意我哋節目個名㗎？以下邊一種化學元素係喺元素周期表裏面排第十九嘅？ 哇，好簡單啦，道理好棒。A大六冇聽先啊，就係修法，C大排聽。修法，因為易記易讀。錯。Potassium。啱啊。哇！你都冇讀過，你做咩講嘢啊？根據香港建造附例附表二啦，如果你俾人檢控，你犯咗第二十八F。 文字不清呢個錯誤，咁你罰款係幾錢啊？罰款都要罰款啊！係啊，A係3000蚊，你真係要小心啲啊！C係5000蚊，考嗰5000蚊係咩聲？果然係有經驗嘅，嚇咁貴嘅咩？問得你出嚟就一定。咩啊？多數都係罰5000蚊，但係思覺失調。 思覺失調，思覺失調，大佬，思覺失調，根據 CCTV 記錄，圈圈總共喺幾多套電影同劇集俾人綁架或者挟持？A 25套，我睇到佢跪住發火，26套 ，C 27套，點解小學雞要識啲問題？ 知識啊，知識啊，同學冇話頂點算啊？係咯，睇到嘅27套先，係錯嘅，27套先，我做嘢，冇得冇廿六啦，賺隻手啦，廿五咯，廿五就整數咯，有嗰錯，你廿五係整數，你咁係做咩準仔嚟？咩啊？我個原諒佢，原諒佢，零五零，我答案係 B 26，我都話26㗎啦，有嗰錯，有嗰錯。 咁下次你答晒咯，好，你答晒咯，嚟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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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音乐题你答啦，嚟啊，喺音乐题嚟啊，Gigi嚟啊，我喺度咁样顺咁样落去，Gigi系边个令佢比较强？咩都唔强，好似阿元啊，我觉得我自己系零。由林保怡主唱嘅一字马之中，男人心一字马，下一句系 A，让女人艳丽也，唔系，跟住咧 B， 让女人心担惊。A 啊，咩啊？头先阿 Ro 唱艳丽嘅喎，系啊，系真嘅。哎，冇提佢，系咪 B 啊？俾佢答完先。A 啊，我觉得系A。头先阿 Ro 唱艳丽嘅，跟住头先问咗阿 Ro。 我記得係擔驚受怕喎，係擔驚受怕。男人不一字馬，令女人豔麗優雅。哇，中曬歌詞。B 让女人心担嘅手法系正确嘅。系咯。请食饭。完全。点啊，你哋？我系参赛者。分数应该好嘅。为咗令到参赛者有良好嘅游戏体验，我哋决定揾嚟 Felix 嚟帮莲姐同埋 Gigi 睇下佢表現成點先。1379之後係咩數字？啊，要有得揀㗎。1379，1382啊。二咯。唔係啊，1379點解唔係11咧？要1379，1382。1358啊？1358啊？13五？13五？13五？我幫佢，我幫佢。睇下佢係想1357九。你聽完就問你夠佢冇事咯。係可以單數㗎嘛？我點知你咁鬼啫？啊！我以為你。
數字啊嘛。蔡英會唔會扣分？十一。好大。啊？好難啊！阿芝，你撳啊。嚟，支持。係。你要答㗎。答咗啦。因為一三五七九是一個五位的數字，咁下一個就是一萬三千五百七十九，下一個就是13579。哦，你仲諗唔到啊？咁我想唔會係成一三五七？唔好鬧交，你哋唔好喺度鬧交啦。我哋 keep 住喺呢個狀態。但你一三五七九係十，下一個係十一，係 make sense 過你二。我哋係 blue team 嚟㗎。係啊。Okay. 好，好，全部都男喎。跟住咯，新問題：正常成年人總共有幾多嚿骨頭咧？你知咩 ？A 206塊 ，B 236塊 ，C 266塊。我只係知最尾一個尾數係六嘅。而家試下數下佢。喂，數下佢。講多次啊！你俾把刀我啊，唔該。A B C A B C 講多次。206、236、266可以236。B 236。206應該。C 廿八。你覺得咧？我覺得係 B 咯，但係你有冇？順你咯。B 236塊係錯嘅。你睇。喂，俾你。係 A 咯。A 206塊係啱㗎。一日裡面。中的時針和分針是會重疊多少次呢？咩？時鐘的時唔係一日時針分針會重疊幾多次？一日24，我未講咁多。24咯，咩話重疊幾多次啊？係啊，聽清楚啦！佢問得屌我，係㗎嘛？佢問得點係24啊？總之錯啦，你呢個答案，我要計數機。思文醒回答，計啊，唔係分針同秒針啊，我秒針啊，唔係分針，我時針分針，但係一定唔會係廿四咯。時針分針，拍定手先，跟住就時針分針。哦，我明啦。時針分針，時針分針。答到答啦，準備。時針答啦，你拍咗下又十哇，好多一日啊。二。喂呀！一，請回答。十二，要答啦！如果唔係當輸啦。成幾多？當要回答，我當輸嚟噶嘛。咁啦，一四四咯，十二乘十二。一定唔係一四四，係好大嘅個數，明唔明啊？二百八。係錯噶喎，大佬係錯到離譜啊！好，準備好答，我會再講答案㗎。你可以撳先。你講啊！你講。A 22。B 22。你看他剛才用按計數機1400次啊，就在這裡炸爆。喂，你哪有這麼少啊？我一開始說24個數字很大的 ABC 的，我記得條數字很大，我一望你我以為是秒針。對不住對不住，火雞哥我給數字先啊。暫時這邊就是左邊12分，右邊那隊就4分，我現在宣布這題是一題9分題。啊啊，好過分啊，唔得啊！點解啊？我哋最中意摧毀你夢想嘅。咁多位，離開張台就得啦嘛。咁而且定啦，因為咧我哋會播三段音樂嘅。咁咧我哋播完三段音樂咧，先再問啦。第一首歌係咪拍得啦？唔係啊，佢播三首歌先。撳啦，做咩啫？冇撳。喂，好明顯係 B 喎，你做咩唔撳啊？咩 B 啊？
第二首歌。B B B 個 B。好熟啊！呢首。第三首。係啊，已經知道係。OK， 咁九分題啊，問題就係頭先播出咗三首。好怕嘅，你唔好埋邊個場啊！我每一陣間就想翻上去嗰場，全部收翻膝頭哥上面。我就想睇亂撳，你知唔知問乜？哎呀！頭先播出咗三首《春蘭福子橋》嘅歌啦。哦。咁邊一首先係劇集兄弟嘅主題歌咧？三。第三啊！第三首。三首。都係 C 啊！肯定。係。係啊，答案係 C 咯，答案係 C， 第三首啱嘅，係啊 ，B， 因為 B 太近啦，係近睇劇嚟嘅，第一首就係好遠噶啦，跟住第七首係呢首啦，好嘢，咁我哋而家恭喜咧，贏咗一分，玩咁耐，原來摧毀我夢想嘅夢想嘅，真係興奮啊，對唔住啊，摧毀咗你哋。